郑秀文一连十三场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呢日就举行尾场。除了每一场都有在后台支持的老公许志安之外，安仔Big Four的几位好兄弟梁汉文、张伟健和苏永康都有带埋太太一起到场支持 Sammy。嚟到最后一场 ，Sammy 就请嚟古天乐和韩国男团 GOT7 成员王嘉尔嚟做嘉宾。演唱会圆满结束，相信 Sammy 都可以好好咁放松下啦。不过休息还休息，辛苦练翻嚟嘅蜜桃团 ，Sammy 应该唔会咁快就俾佢消失嘅。已经练成，应该没有快没了，所以还会继续锻炼啦。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体型我自己比较喜欢，以前太瘦了，那现在有点肌肉的感觉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不过有眼力的歌迷就发现 Sammy 身上多了几个纹身。这两个是我大概半年前纹的，就一边就是我刚刚我弄伤腿部，我就彻底不能跑步，要放弃我十年的跑步，我就纹了一句英文去鼓励自己，就要你要相信有一个新的开始，然后你要相信这个新的开始是有神奇的力量在里面的。另外这边就是我做这个演唱会的时候，我就希望可以做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演唱会，所以就纹了一句，就说我希望在一个平凡当中可以寻找一个不平凡的感觉，所以我就纹了两句鼓励自己吧。但是手上这些是假的，就是可以洗的。咁老公安仔每晚都嚟支持，系唔系即系代表你哋嘅关系已经好翻晒咧？这个家庭的事我不谈。